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今天小编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西行编辑这个商品。那西行编辑呢，我们有四个必买的理由，让小编来告诉你。第一个是节省空间。为什么说是节省空间呢？因为目前现在很多的小家庭，家里的客厅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大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摆放了一个茶几的话，那家里的空间就会被茶几的体积给占据，客厅就会显得相对来说比较狭小，所以呢，这个时候西行编辑完全可以取代家里正常的茶几使用。第二个是移动很方便，因为我们的西行编辑非常的轻巧，所以呢，当我们可能想要把它移出来，要当电脑桌，甚至拿到我们的房间、书房哦去当电脑桌、小桌子，它是移动非常方便。第三个是收纳好简单，如果我们西行编辑我们使用完毕之后，把它收纳进去，整个环境空间看起来就会非常的简洁，非常的整齐，就不会觉得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移动的，摆在那个地方看起来是相对来说比较笨重一些。第四个是我们的商品全部都是使用政府印尼柚木制作而成的，那所有连结的地方呢，全部都是用榫接的设计，我们并没有靠一根钉子或螺丝把它锁起来哦。再加上为了要保护我们的木头不要让水渍啦、咖啡渍在上面形成痕迹，所以我们上面有使用我们经典特殊的手抓漆技术，让我们的原木有上漆像没上漆，保持着原木的感觉、原木的颜色，并且有办法保护我们的商品。那今天小编介绍的西行编辑就到这边结束咯，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跟大家见面咯，大家拜拜。